线上的粉丝大家晚上好。OK， 我们看一下，那现在这个时间刚好放工回来，所以在家里面正准备吃晚餐，所以现在赶快做一个直播，看一下线上这个时候有没有人在线上。你们吃饱了吗？这个时间大家晚上好。OK， 这个时间刚好我是放工回来的时间，昨天我没有时间做直播，因为昨天是很忙的一天，那回到来晚上大概是10点多11点，所以太夜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直播。很多人就 message 给我，这么你今天没有做直播，很多人很担心。我会发现到我一天没有做直播就很多人很担心了，对吗？会吗？ OK， 所以今天呢我就把工作全部做完了，那么有约几个朋友来我家，所以现在赶快回来，然后就想到赶快做一个直播。那等一下也有朋友，等一下会给你们惊喜哦。我们看一下现在声音 OK 吗？我的声音今天我放得比较远一点，因为等一下有朋友，我们想一起来跟大家做一下直播，所以会有惊喜给你们。 OK， 那么今天的晚餐呢我就自己准备，可是我没有打算煮东西，因为你知道我煮东西就好差劲啊。那天我做煮饭哈，那天我煮东西就很多人 send 了很多食谱给我，也 send 了很多煮饭的方式给我，那每个太太小姐们都很厉害，所以今天我的朋友来了。 OK， 我们看一下哈。晚餐都不用吃了，你看。是，本来今天的晚餐是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不用煮嘛，比较快速。我想，吃健康的橙会比较好。今天连晚餐都不用吃了，可以吃的。已经到了。OK， 来，那今天约了两个朋友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 Pauline。嗨，大家好。OK， 这是海伦老师。你好，大家。认识吗？你们线上的朋友，有没有认识这我两位朋友？所以我现在。经常呢，家里都会有客人吧，我相信是好啊，好事啊。OK， 那今天其实这个直播主要我们也是要推广一些东西给你们，那是有一些好的东西分享给你们。那就是我们在来临的这个，我们有个看一下，这个几号？三月十五号有一个女性独立自主讲坛，所以这个活动给你们看一下哈，看到吗 ？OK。其实这个活动我在 Facebook 里面之前几天我有放那个 po 文出来，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吗？所以今天呢就叫了他们两位讲师一起来这里，我们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讲解一下这整个主要的活动它带来的意义。 OK， 好吗？大家晚上好，看到口妹吗？我看不清楚。是，都看到了。OK， 是哇 ，Polly 股票高手哦，有人说，是Polly 真的是股票高手哦，你们有没有跟他学呢？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的东西哈，也很厉害的讲师，我们就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分享给你们，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学习。在风水在命理你们就跟我学习，在投资你们可以跟 Pauline 学习，在 Facebook Marketing 推广这里有高手。所以可能讲一下你们 的主要的这个活动。这次呢我们主要呢是就是响应这个三八妇女节，因为呢将会在这个3月15日傍晚的时间6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会主办一场由我们三位讲师一起的这个为妇女的这个增加知识增加生活技能的一个知识讲座。
我们这次呢目的我就是召集了这三位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妇女呢通常呢都是在家里忙孩子呀，还有呢就是忙这个丈夫啊，还有家庭的，所以呢很少有机会呢就是培训自己，就是为自己增加知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呢我们可以通过理财，还有通过其实都可以在家里轻松赚钱的，就是如果能就是学习一些股票分析啊，或者是Facebook 就是 marketing 啊，对，是，就是说在家里也可以卖东西，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一芳老师可以跟他学习，就是如何布置家居风水，家居风水，然后呢使到家里更和谐，然后能赚更多的钱。哇哦！其实这个活动主要就是帮助大家以各个方面来赚更多的钱，让家里生活水准、环境条件全部提升。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用心良苦去策划的这一个活动。是的。Okay？ 如何在家里也能赚钱？是。因为我们也发现到现在很多的妇女都在家使用了 Facebook 来投来做生意，但是他们每天也是接收到好多的人的信息，但是很忙碌在回复他们，所以我们就用在这个课堂上，我们就会教你们如何用简单的方式，用那个 Facebook 的聊天机器人来帮助你们，不用这么麻烦，每天去重复的回答顾客。聊天机器人，是啊，聊天机器人就是我第一次听过。你包括你从来没听过，我们没有用这样子的，我们比较传统的就一对一的回复嘛，所以很多时候线上的粉丝就会觉得我们没有互动，我们没有回复你们，因为太多 message 我们回复不到。所以今天要跟凯伦老师学这个聊天机器人，是一定要用过老师，要用，然后你要了解更多，就是一定要上课了，就是这样简单。然后这一个活动我看到是女性独立自主讲堂，只限于女性吗？其实是男性也是可以的，最好是女性把丈夫啊，或者是男朋友、另外一半也带来，对，所以大家一起学习。这个活动应该男女都可以参加的，是的，是的。虽然叫女性独立自主讲堂。最主要也是要让男孩子知道你的另一半在家里也是很勤劳的。OK， 所以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活动哈。所以在这一个讲座会里面，大概是早上傍晚6:30到晚上9:30，3月15号这一天，要来了，会有一些三个小时的时间。对。在这三个小时我们会有备一些茶点啊，还有一些免费赠品啊。还有赠品啊？什么赠品？是的，凡是来报名的呢，都可以得到我的新书一本。这个叫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是我的一本新书。这是你的新书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是的。是你第几本书？这是我第五本书。第五本书了哈。哇！来，大家看。第五本了哈。是。以华文为主。是。以华文为 主，对，这是讲关于如何投资股票，然后还有就是如何理财，还有就是基本上就是教会人们在家里也能轻松赚钱了。理财的观念哈，对，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理财蛮重要的哈。一个女人要会理财，男人更加要会理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在小孩就是出世的时候呢，就要为他们筹备那个教育基金。然后教育基金通常呢都是要他们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慢慢的就是规划。所以呢很多时候人人以为理财呢就是一味的去省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省钱只是理财的一部分。理财呢其实是分成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的对待，你可以全部讲完留一点，好可以透露全部吗？好吧我们就留到那一天晚上吧。要留一点东西的，是的，什么呢？留两手的，我们看风水也是看风水也要看留两手啊。没有了，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学很多东西的，你一定要跟有经验一些专家来学习。OK，好，就希望你们到时候会踊跃出席啦。然后如果在今天报名的话呢，我将会另外送一个就是股市分析报告，这个是叫做 stock report， 这个是依据你个人的那个风险，还有你的个人的那个财务状况来为你制造的一个股息分析报告，来让你知道你的哪一个股啊是适合长期拥有，哪一些股呢你其实应该要马上就是要就是去掉的。
对，这样子你的分析报酬，对，这样子你的那个portfolio 呢是比较 efficient， 在为你在赚钱。这些通常如果是需要买的嘛，是吗？嗯，是的，因为你就是基本上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为你准备，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在外面是比较贵的，就是上千的。不过呢，如果今天你们来报名的话呢，我就可以免费给你这一份报告。上千，就是柏林老师，我可以先报名先吗？好，可以可以。上千蛮贵啊。是的，因为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准备，尤其是当他的那个 portfolio 有很多只股票的时候呢，就要很花精神了。所以在当天这个活动这个讲座会里面，我也会分享一些风水的知识。这些风水知识也比较特别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它不像每次做 live 的那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基本的哈。所以要学得更深入的朋友，你们要来这个活动里面，我在这里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会深入的教你们如何运用风水，让自己打造更好的财运。所以这个是，如果你叫我去哈，也是上千的，而且不便宜，三千多。OK OK OK。所以这个讲座会里面，你们就可以学到。然后，假如今天你的那有上千的吗？我的没上千，但是哦，假设今天你们报名的人还是想要观看的，你们想要了解如何正确的在 Facebook 投放广告，你们等等，我会把一个教学 online 的教学视频送给大家，就让大家真正的懂得怎样去应用在 Facebook 投放广告，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人哦，在投放广告的时候都投放错误嘞，在 Facebook。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假如今天你报名的人或者观看视频的人等等，我会把那个教学视频送给大家，让大家能正确的真正的去投放广告。同时在当天的活动，我会教大家如何，为什么要用机器人呢？聊天机器人，机器人啊，是他帮我们要钱的吗？聊天机器人是免费的 哦，是免费。我觉得我们要会运用 Facebook 免费的功用，免费的工具，因为它真的是很帮助我们自动回复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来的，所以包老师一定要用。上你的课程通常要多少钱？如果去学，事实上我们的课程很优惠，因为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在 Facebook 打广告的人或者做生意的人真的可以学到这样子的正确方式，所以我上课我们的收费只是497，还包括两次的复习嘞，还没上千呢。因为我是很希望可以帮助到真正能帮助到很多的人，真的可以学到。因为在外面很多课程都是千千生，但是真的能帮助到吗？因为我们上课，我主要是上完课过后，我还会给所有我教学视频给老师，我教学的视频完全送给学生，然后也让所有学生也可以来回来复习，因为我要让所有学生哦都能真正的学到东西，然后再应用这里的是。你的四号是教学，我的四号是教学，因为我觉得教学东西，还有什么四号？我比较喜欢研究那个 online 的东西 ，social media 的东西。是，假如大家有玩 WhatsApp 的哦，你们可以去 install 一个叫 WhatsApp Business，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平台来的，是否 business 的，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蛮好玩的。你看，等等，我们要从这个 live 还会学到。不用紧，老师，等一下我帮你 install。我等一下我帮你们 install。可以赚钱的是吗？它是一个帮助。因为之前的 WhatsApp 是交流嘛，但是现在它的 WhatsApp 的 business 哦，可以有一些很像 business 的一个应用的做生意的方式的，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我们要会懂得运用科技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课堂里面，大家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不要落伍的。对呀，像我们也是一路与时并进，所以在风水里面我们也不要落伍，什么东西我们都要跟着时代进步啊，所以。科技我们要会懂得运用 ，OK， 所以这个有很好的平台啊。是的，我们有一些免费的。帮我拿上来一下，还有一杯水，一个空杯 ，OK，OK。免费入场券今天送哈。是的。OK， 然后要来参加，对，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自主。女性独立自主讲堂的话，其实是要
要费用的哈，是的，费用要门票的 ，OK， 168，这个门票是168，是一个人哈，两个人有优惠吗？还是？对，其实呢，今天呢，我们就是做这个促销活动，就是买一送一，就是两个人报名呢，我还是给这168的优惠价钱，是的，是的，好划算的，真的。OK，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有送票吗？啊，是，我们今天有送几张票？三张，今天我们送三张票。OK， 今天我们送三张票哈。这个地点是在，在 Menara Pelangi， 三月十五号傍晚6:30到晚上9:30，三个小时的讲坛。所以这个讲坛呢，其实是要入门票的，它的收费是168。所以今天报名的话，买一送一。过了今天过后，剩下几个小时罢了。现在是真的是剩下几个小时罢了，那过后就是恢复到168的这个价钱。可是现在这一个视频，这一个直播里面，如果你们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你们要写我分享了，然后我要去女性独立自主讲坛的这个活动 ，OK， 或者是我要参与这个讲坛活动，我们就送抽选出来送三张票 ，OK，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自己有时间呢，在3月15号。傍晚6:30到9:30，你可以见到我们三位导师 ，OK， 三位讲师，OK， 不是导，三位讲师，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会教你们我们的专业的知识 ，OK， 所以是3月15号要参与的朋友，还要得到免费票的朋友，现在赶快你就写我 share 了，我要参与这个活动，或者我要参与这个讲坛。OK， 我们就等一下，多一下子我们就可以选了。是。有人分享了吗？有啊有啊有。有人分享了。有人分享了。等一下我们要选哈，要选。你要选了。多一点人分享先。OK，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讲呢？哎，当天还有礼物送哎。有500块钱的礼物，还有免费的赠品及礼券，还有茶点。对。总共有多少座位？总共有60个座位。座位很有限呢，很有限，很有限呢，所以你们自己要争取，要争取 ，OK？ 有人问我们 KL 会主办吗？嘞？是哈，可以啊，可以的。要如果有意思跟我们配合一起这样子的活动，你们可以私下 PM 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可能考虑在吉隆坡、在槟城、在马六甲，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主办这样子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分享知识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女性，女性是我们说比较弱的一个团体，当然男性不一样啦，好多男人都好强嘛哈，所以女性的这些知识的提升，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都是成功的事业女性。是，哇，好多人，还有槟城问老师，我们有没有在槟城呢？可以啊，可以啊，你私下联系我们一下，看那里有没有什么主办单位、什么酒店、场地之类的。是的，最重要场地。我们蛮担心的那个场地的。是。然后还有就是有那边有人能够带动这个活动，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OK。还有把生啊。把生也有啊，好多人啊，蛮多地方都很期待。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讲座，你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放在线上的东西，你说放在线上的知识是比较容易吸收的，那比较专业、比较学术性、比较难的，需要教学的，我们会放在这样子讲堂的活动。OK， 可以选了吗？我们有没有人选？你等等啊。我现在把免费的那个 online 的教学视频送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近期里面上，看看要怎么把它在这里 okay 好 pass，OK 好，你们看到有个叫 Jeff Day 的，就是我，你们只需要点击这个 link， 你们就可以有一个免费的教学，里面会教你们 step by step 如何在 Facebook 投放广告 ，OK。好，应该我们就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都要正确的投放广告，不要浪费钱，因为我发现到好多人很浪费钱在投放广告，错误的不少，是这样子，来让包老师来选吧，太多人了，你选吧，我们要三个，一人选一个吧，好吧，有一个叫 Yvonne。Yvonne CKL 是 Yvonne CKL Y V O N N E C K
个幸运儿，恭喜你啊，羽绒 CKL， 你要私下 PM 我们，或者我们也会 PM 你。然后我们就会把票留给你 ，OK？ 然后有可能我把个连接给他们，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那也是行，好，等等啊，把连接。一个 Facebook 高手在，是啊，什么都好容易，什么都容易耶。基本上我们不会这个样子的吗？OK， 我已经把一个连接，Yvonne， 还是有需要订，Yvonne。或者线上的朋友，假如你们需要订票也好，还是什么都好，你可以点击刚才我发送了一个 WhatsApp 的 link， 你可以在那里面询问更多东西，也可以在里面报名哦。好，三个啊，还有，那、okay、我们来看啊，第二个会是谁呢？佳佳。佳佳。佳佳很熟哎，很熟啊，很熟。每一次我的直播都好像拿到很多水晶啊。哇，佳佳，佳佳好。JIA，JIA， 佳佳，恭喜你，你是第二个幸运儿。哇，现在我们剩下第三个幸运儿了。会是谁呢？哎，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不同哎。我们来看。男生女生其实都 OK 的，如果选到你，你可以带你女朋友或者是太太另外一半来参与。Cindy，Go。Cindy，Go， 恭喜。Cindy，S。INDYGOH Cindy Go， 恭喜你们！所以这三个免费的入场券就送给你们 ，OK？ 所以价值168哈，是的，价值168。但是还有的送吗？看到里面好像好，里面好像很在送吗？是里面好像很多人要啊，很多人分享哎，好啊，再送多，你们可以送多几张呢？送了一张吧，送多一张吧，我们。好多人呢，我看看一下。这么多人啊。是。看一下有谁呢？要吗？Elsa Gan。Elsa Gan。ELSA GAN，Elsa。所以恭喜你啊 ，Elsa！ 哇，今天就有四个幸运四张票送给，非常好，然后我再把多一次把个连接给大家，你们可以直接找。OK。是，已经送给大家了。好，非常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搞活动啊，其实我们搞活动真正就是在推广，教育了，教育，我们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运势。是的。所以是蛮好的 ，Ladies Power Lecture。对，是这个是响应啊，三八妇女节，我希望更多的女性呢会，出来就是上这些自我提升的这些课程。对，就像我上次做的直播也是帮助女性们改变自己的面相，改变自己的运势。哇，我也要学。所以我觉得女性们是。应该要活得更加有价值。OK， 所以就算你已经是家庭主妇也好，就算你是没有做工的也好，其实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活得很有价值。我们不要虚度我们的青春。OK， 好，青春很有限哎，一下子就对呀、转眼就三十，三十就四十啊。佳佳，你在问佳佳，你直接点击这个 WhatsApp 的 link， 你就可以拿到了。我再发多一次给你。OK， 你们去 Jeff Day， 然后那里有一个 WhatsApp 的 link， 你们可以点击索取刚才那四位幸运儿的那个幸运门票，然后还有可以通过 WhatsApp 啊，你什么都可以的，对。然后想要买票的人，还是想要订购票的人，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WhatsApp 就可以了。好，谢谢。还有什么吗？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所以今天最重要就是分享这些给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是要分享。OK， 当然我们的人数很有限了，我们只有到好像60位了哈。是的。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如果真的线上的你们想要参与这一个活动，来听这个讲堂，来参与我们的讲座会的话，记得赶快，明天还有时间。那今天就是一送一，今天在5月12点之前。好。买一送一。所以就可以两个人一起来，所以要买的话就是那个 link 哈，是那个 link，那个 link 哈，可以了。OK， 就行了。好，刚才有人问关于那个广告的那个教学是吗？我现在再发给大家。
你们可以讲话，我发言。你看你讲用啊，你这样没偷师一下。因为这样高科技的东西，你知道我们也是不大行的啊。每个人的专长不一样，我专长在看面相，在算命啊之类这样子调整风水，所以他专长在投资，所以很有钱投资。所以你专长在科技，科技可以为我们赚更多的钱。嗯，好了，我已经把个连接发在里面了，你们就可以在里面直接报名免费的。OK， step by step 的教学。很好啊，学习一下新的东西。OK， 今晚上我也是要学一下哈。可以啊，可以啊，一定要，一定要。是，好多人呢，真的好多人。是啊 ，OK， 好的。那么就还有什么你们要分享的吗？就是到时候我们会分享更多的我们就是理财的秘诀啦。然后他就是机器人的秘诀，让你简单的去不用每次勾变 pass 回复，不用这样麻烦了。下次很好 OK， 所以今天就非常谢谢你们，是谢谢 OK， 好的，拜，这样子，那我们也要走了，好吧。我要开始吃东西，好，让老师吃他的晚餐，吃晚餐也是介绍他，介绍大家怎么吃一个健康的晚餐。那我们走了。OK， 好的，拜拜，拜拜。那么，OK。可以吗？今天学到一些东西哈，有时候你看我家多好，每次就邀请朋友过来。其实有时候做直播也不一定是我一个人在讲啊，所以我也希望有多一点朋友过来。那么有好的东西我都希望分享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这一个活动了，这是蛮不错的活动。那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在线上我们做另外的一些活动分享给你们 ，OK。那么现在是吃晚餐的时间哈，好不容易等到他们讲完，我可以吃晚餐了。所以今天我的晚餐是吃橙哈，因为今天我没有煮东西哈，不然我煮东西要给你们笑话。所以每个人都在讲我煮的蛮差等等，没有关火啊。我看到很多很多的 comments，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晚上我回来很迟的时候，我可能会吃一些水果，吃水果其实也蛮好的哈。那吃橙。也是我蛮喜欢，维他命 C 很高，营养价值很高。那你看，要保持好的身材，你一定要吃很多健康的东西哈。但是我不大吃饭，因为我觉得白米饭它的那个淀粉很高，然后吃白米饭很容易肥啊，所以我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那今天教你们吃橙，橙你们会吃吗？橙会吃吧哈 ，orange 好大力的 orange 啊，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这种大力的橙，因为我觉得大力的橙就比较好吃。那有时候这些橙它就会比较如果你发现到吃橙的话，那些橙比较酸的话哈，我教你们要吗？这个我就蛮厉害的哈。找不到link，找到吧，来你们给他link，找得到link吧 ，OK。所以每次来我教你们吃橙 ，OK。凯伦老师他们还在我家，所以有什么问题你们赶快问哈，趁他们还在这里还可以问一下哈 ，OK。所以吃橙哈，这橙有时候我是怕酸啊，因为太酸的橙这个不大好吃哈。肚子饿得要死哦，看到这粒橙在讲话说好想吃。有一点酸，因为这一次我买的这一批有一点酸哈。刚橙有点酸，我教你哈，放酸梅。你想不到的哈，教你哈，教你放酸梅它就会变甜的。这是酸梅。对吗？这是酸梅哈 ，OK， 我们把酸梅放一点水哈，放一点水，不要太多的水，然后把酸梅浸在水里面，把酸梅浸在水里面哈，浸在水里面，然后呢，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试过哈？把酸梅浸在水里面 ，OK， 里面全部是酸梅浸在水里面，然后把你的橙啊哈，点去酸梅水里面吃，它的橙。瞬间马上变甜了，我告诉你哦，所以这就是我吃橙的方法。然后它马上整个，我就放了酸梅水哈，然后就点进去，然后，超好吃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试看这样子的方式来吃橙，真的很好吃。然后一个晚上吃掉一粒橙，我觉得这样子的
吃法我还觉得蛮容易的，蛮健康的。那要不然的话，就是整天嘎嘎煮鸡蛋煎蛋给我吃，我觉得非常不健康。那换成水果也是不错的。嗯，吃成点这个酸梅水，水不要太多，一粒酸梅就很够了。然后，嗯，整个成它就会变得很甜了，很好吃了。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餐。OK， 下次我才下厨煮给你们看，因为我最近在学怎么煮饭。嗯，因为上次我说过嘛，我要做一个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女人，所以怎样都是要学两招。OK。学到了，因为很多粉丝给我很多食谱，教我那个煮饭的方式，我相信很快我就学得上手。 OK， 那么除了吃健康以外，我觉得我们女人呢哈，有时候很奇怪了，喝水都会肥啊。有时候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多运动，所以运动也是我觉得大家都要提倡，都是蛮重要的哈。所以每天在家，其实我每天晚上都有运动的习惯。我的运动很简单，就是做一点 yoga， 或者是我楼上有个脚踏车，我会踏脚车啊，或者是自己扭一扭腰，其实都很好。所以我们才可以保持到我们的身材全部东西。因为当你的身材一种样，当你一肥，我们的健康它就会新陈代谢就会出现问题。那个时候健康不好的时候，也是代表着你的我们的氧气也会不好，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在我们思考在做很多东西的话都会比较不大顺利。所以要一个人的运势好，上次我曾经也说过，健康的身体你的运势才会好。所以我们的人也要身体健康，所以经常做运动是我鼓励的。基本上我每天会抽半个小时做运动 OK， 然后花一个小时做直播，这就是我每天习惯去做的东西。 OK， 好的，还有什么东西你们在线上的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没有什么我就吃我的晚餐了。所以今天吃一个很健康的橙的晚餐，所以这个鲜橙就是沾一点酸梅水，它基本上的味道口感变得好好吃。 OK， 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啦。明天我们在线上，明天应该是在中午的时间，我会在我的店里面做直播，因为明天我的时间会在 office， 会在 Austin Heights， 所以如果有粉丝或者有谁要来 Austin Heights 找我，明天我的时间整天在 Austin Heights 的时间。 OK， 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所以要报名的朋友记得能够的话，今天赶在12点之前报名，那就买一送一，那过后就是恢复到168这个价钱了。好的，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时间，谢谢你们的收看，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在线上再见，拜拜。